哪了？哦，最近没有跟你们开会，发现你们有点松散。老公，我们都站一个多小时了，能不能坐会儿？大胆！我都没坐，你坐什么坐啊？腿真的有点疼。放肆！真的有点累。混账！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？掌嘴！我说，一、二、三。最近你的菜谱更新的有点慢啊，菜我都吃腻了。有人，我每天除了洗衣服做饭，就是研究这菜谱了。大胆，还敢犟嘴是吧？陈老师，你的座右铭背的怎么样了？老爸老爸，咱家最大，以后嫁人经常回家孝敬老爸。你呢？努力努力再努力，长大给老爸买飞机。不错，那你们就坐一会吧。你先坐。行。几点了还睡？起来做饭了。今天吃什么？什么菜系啊？今天那个川菜，我最近刚学的川菜。哎呦我的妈！来，你们俩过来一下。我今天看上一块手表，8000多，把你们俩存的压岁钱赞助我一点呗。行，我同意。爸，我觉得你还要买辆好车，为什么呀？这样子为了让咱爸的气质呀。可是咱家没有那么多钱呀。那把咱家房卖了呗。再说了，买完好车以后还能剩不少钱呢。那我们住哪里啊？大酒店呗，反正你一天又不想干活，那里还有人伺候你，什么都有。行倒是行，可是你妈怎么办呀？你都那个身价了，那我妈还能配得上你吗？存一给我们找个漂亮的后妈呗。不是，你们俩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是你先跟我们开玩笑的好吗？我赶紧做饭吧，我妈待会就回来了。自己什么样心里没点数啊？灰色的天，你的脸。